咁咧就嗱，當傾偈啦，即係因為傾偈嗰度部分咧就太長時間啦，咁我就同佢即係由呢個聆聽嘅部分先，咁我就濃縮，但係咧大家自己做就唔好做呢個濃縮版本，即係濃縮版本就問佢有啲咩嘢可以為你祈禱啊，即係有啲咩啊需要當你未信耶穌嘅，你有冇啲乜嘢想我為你祈禱嘅？我嘅好唔開心，你而家呢一陣啊，有冇唔開心啊？有好多欲求擔心，但係我擔心。OK， 我想問你，你揸住呢個拐杖，你係咪有身體有啲咩舒服？我腳就做過手術，但係到而家都仲未翻返平。哦，幾耐之前嘅手術啊？差唔多三個月前。三個月前 ，OK， 咁咧就而家覺得點樣啊？冇力，同埋會有時會痛，啲骨會露出嚟。OK， 會痛有個骨攬住，而家有冇痛？而家冇痛，但係而家係嗰個力係不足嘅。OK， 好。嗱，點解我問呢？凡有人話佢身體冇病咧，我哋通常都會問，咁咧就會了解佢嘅情況，知道之後點樣樣。嗱，你就嗱，咁我哋到嗰時候咧，就講到即係神真係好真實。咁我自己重擔以前得釋放啦。咁咧，耶穌真係可以嚟。咁你留意一下啦，當佢交未信耶穌㗎，耶穌真係可以嚟將啲重擔釋放。咁你咧就放鬆個人，好想耶穌幫你，咁我會為你按手祈禱嘅。嗱，我問咗嗱，按手祈禱 O 唔 OK？ 為你即係手放喺你個膊頭或者頭上。嗱，即係通常嚟講，除咗傳道人或者牧師啦，即係為按手頭啦。通常嚟講就即係我鼓勵大家你自己做咗釋放禱告，或者你自己覺得冇邪靈啊，同埋你嘅生命處理，你先為人按手禱告。咁咧，你即係禮拜二晚，我哋都會訓練人點樣處理生命，可以為人按手禱告嘅。嗱，咁你放鬆嘅，好相信耶穌愛你，同埋個心好想你都唔開心係咪？你都好想耶穌幫你係咪？嗱，你就放鬆嘅，我會為你按手禱告。但係咧，我開始唔按手住喎，我鼓勵大家都唔好開始，你自己祈禱先。點解咧？讓神嘅同在加強我哋身上。哈利路亞，多謝主耶穌。你叫咩名啊？就是燕文，你通常啊啲文啊 ，OK 好，咁咧就我哋為阿文文祈禱，主耶穌，我哋多謝你，因為你好愛佢嘅，你好關心佢，你知道佢嘅需要，佢心裏面咧又唔開心，但耶穌你係關心佢，你可以釋放佢嘅。聖經裏面講到你係醫好傷心嘅人，安慰一切悲哀嘅人，你亦都叫勞苦擔重擔嘅人可以得到安息。我哋感謝天父，讚美天父。係你臨在佢身上，即係話咧，你喺開始咧，你可以用個口講，但係個靈一路湧向神喎，感受到聖靈嘅臨在，然後你先按手。喺按手之前都話俾佢聽，嗱，而家我按手你膊頭嗰度啊，然後咧就按手嘅時候咧，最好唔好將重量放喺度，就用指尖。咁咧通常我打側，點解咧？或者佢背後原因？如果我擺喺佢前面咧，佢以為我推佢啊。咁我唔想佢覺得我推佢，我係手放喺側邊。主耶穌，多謝你，我心一路湧向神，感謝天父，神你愛民，你愛佢，你愛我哋好似爸爸媽媽愛我哋咁，並且更加強烈，時時掛住我哋。你咧因我哋歡欣喜樂，默然愛我哋。且因我哋喜樂歡呼，你因為我哋好開心，好開心，你好想祝福我哋。主啊，求你臨在我哋身上，將我哋嘅重擔攞走，所有嘅煩惱攞走。神，你就本來你就係好想，好想咧，將我哋嘅重擔釋放，係你嘅心意嚟嘅。你係一位好慈愛嘅神，你係時時想念我哋。好似媽媽想念我哋，你比媽媽更加想念我哋。你時時掛住我哋，時時咧喺我哋前後環繞我哋，按手我哋身上嚟到祝福我哋。求你臨在文文嘅身上，釋放佢嘅重擔。哈利路亞，主耶穌愛我，主耶穌。主耶穌愛我，有善念共
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有圣洁告诉我，耶稣你就是我的恩人，你帮我好孭住重担，叫我们相信耶稣关心我们，耶稣是怜悯我们的，耶稣是释放我们的，求耶稣临在他身上，让你想放松的眉头，放松的眉头，将需求的临在他身上，奉耶稣的圣名释放他的重担，将所有的重担放在身上，将他的烦恼释放在，将他的重担释放在，让他好像在天堂一样，叫他心欢喜，他的灵快乐，他用心灵都安逸居住，叫他心灵欢喜快乐，叫他身体都安逸居住，身体舒服，灵魂轻散，主耶稣求你施恩怜悯他，求你医治他的腿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那么你就按照他的腿部了，奉耶稣的名上他大腿的赐福，耶稣求主你怜悯，大能手临到他身上，求神你的大能的手临到他身上，医治他的腿部，加力量给他，恩待他，怜悯他，哈利路亚，叫他行路更加有力量，拿走他的痛楚，主耶稣拿走他的痛楚，拿走他心里面的重担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因为你说到你心里面有些重担，你都可以这样将啲重担吹出嚟，放松佢，将啲重担吹出嚟。你又可以咧拖长个声音叫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嗱你跟住我，主耶稣啊，主耶稣，阿爸父，阿爸父，医治我啊，释放我啊，哈利路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，求你又拯救佢嘅灵魂，将永生赐俾佢，祝福佢，怜悯佢，让佢咧行路前面嘅路系有盼望嘅，唔好失咗盼望，有盼望，知道前面嘅路系越嚟越好嘅，神会祝福凡跟从佢嘅人，神咧系会祝福我哋嘅。叫我们行在神完美的计划，多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感谢天父，祈祷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请你既然合埋对眼，请你留意一下在祈祷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任何的感受，有没有任何的经历或者感受，心灵或者身体都可以讲一讲，在这个祈祷过程中你有没有任何的感受可以讲呢？有冇留意到？好想喊，好想喊啊！始終唔緊要，緊要嘅。嗱，呢個咧都係我都好似在好有，係。但係呢個都係神嘅安慰嚟到你身上。有冇覺得個心鬆一啲啊？有。有覺得心鬆一啲啊？你可唔可以形容你個心嘅感受啊？冇咁壓住。係啦，感謝神啊！即係你初頭聽你講，即係初頭都冇壓住喎，係。OK， 個身體有冇覺得啲乜嘢？有冇覺得平安舒服啊、輕鬆嗰種感覺啊？身體，我只腳覺得更加軟，更加軟啊！好想，好想瞓低。呢個神嗰個能力喺身上，但係咧，佢就算而家係軟咧，但係過後咧，神會賜能力。個身體有冇覺得舒服嘅感覺？輕鬆舒服嘅感覺，冇咁緊要嘅嚇。冇咁緊張。個膊頭冇咁脹啊 ，OK， 嗱呢個都係神嘅輕鬆臨在，因為咧你可能咧我哋咁多人喺度啦，所以比較難啲，好似釋放啲感情出嚟。你試下，你去呼叫耶穌，開聲，主耶穌釋放我嘅憂傷，耶穌釋放我，釋放我的靈，使我能記。
来临，释放我的灵，使我乐在你面，让重担卸下，使我能得释放，释放我的灵，来敬拜你。奉耶稣的名，释放佢灵，一切重担，把啲石吹出嚟。啊，哈利路亚！神啊，你释放我哋嘅神，将佢嘅忧郁重担释放出嚟，吹出嚟。啊，耶稣将佢嘅重担释放出嚟，将佢嘅烦恼释放出嚟，让佢心平安轻省。啊，完全嘅轻省，好似瞓喺天父嘅怀中。哦，完全的轻松，完全的轻省，奉耶稣的圣名，将他的重担释放出来。哈利路亚，将他的重担释放，让他全轻省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。我再问一问你，现在这一阵有没有觉得更轻松啊？可不可以形容一下你的感受？好想跪低。好想跪低，让神的临在，好真实。你听到个人輕鬆平安都是耶穌所說的，聖經說的真的叫我們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得到安息，叫我們重擔得到釋放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神很真實臨到你身上。雖然在這陣的祈禱你不是完全的釋放，但神都開始做工。既然神這麼真實，你想不想耶穌以後祝福你啊？這句話就很多時候我說的，你想耶穌以後祝福你了，你想耶穌已經是很想祝福你，因為祂是全能的真實，祂愛為我們怎樣，祂居然來到世界上為我們釘十字架。哇，這個真的很奇妙的，神居然來到世界上做人，為我們釘十字架，就來到赦免我們的罪，並將永生賜給我們，還可以釋放出來。你今一下的祈禱釋放了一小部分，但你繼續祈禱是可以完全釋放的，咁咧呢個係都係需要輔導啊、教導啊，幫你釋放曬嘅。咁你想唔想耶穌而家就赦免你嘅罪、救你嘅靈魂、開始祝福你嘅生命啊？好想感謝耶穌啊！你就跟我佢講，我講句你講句，大家都可以一齊跟住我講嚇，一齊跟住我哋講。真係咧，全心想耶穌祝福我哋，耶穌就祝福，耶穌好樂意祝福我哋嘅。啊，親愛的天父，我感謝你，你好愛我哋。在我們祈禱的時候，你就將平安賜給我們，拿走我的重擔，拿走我的不開心，叫我心裡面經歷輕省，重擔得釋放，得到安慰，都是聖經所說的。感謝讚美你，我願意接受耶穌做我救主，求耶穌赦免我的罪，救我的灵魂，将永生赐给我，我真心悔改认罪，信靠耶稣做救主，耶稣就将永生赐给我。多谢天父，我可以有永生，并且我跟从耶稣，你就以后祝福我，亦都会完全医治我心灵的重担，医治我的忧伤。多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感谢天父，你是好真的，我愿意更加爱你，全心跟从你，感激你，祈祷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阿门，即是真心咁解喎。刚才祈祷你有没有真心想耶稣赦免你救你啊？有啊，恭喜你喎、啊！我握手恭喜你喎、啊，耶穌就即刻拯救你個靈魂，係真喎、啊，真係咧，耶穌真係嚟，有冇覺得嘅？鬆啲啊！啊，耶穌就係咁好啊，冇咁咩啊，冇咁內疚。咁耶穌嚟，耶穌真係赦免喎。嗱，有一樣嘢好多人覺得內疚咧，耶穌就係話咧，其實你犯罪唔出奇，個個都有犯罪，神都冇揾過一個揾到一個未犯罪嘅，個個都有嘅，所以咧，耶穌咧唔想為內疚，犯咗咩罪都好。耶穌即刻赦免，耶穌繼續祝福你的，好開心喎、啊！恭喜你喎、啊，天神都為你開心喎、啊，好多人都為你開心喎、啊，你係好寶貴嘅。係咪覺得其實咧，一方面傳福音，一方面覺得好平，佢覺得好舒服，覺得好好，覺得好被祝福。所以咧，呢、這個報道法咧，唔
單止係即時向佢傳福音，係即時讓佢得到安慰祝福。謝謝主，釋放佢嘅靈，釋放佢嘅靈，釋放佢嘅靈，完全輕省，完全輕省。我将所有的重担交给他，我不应该是一些